直播吧。7月31日讯，据此前消息，前步行者后卫约瑟夫杨以1年130万美金左右加盟 CBA 南京同曦队。约瑟夫杨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此事，我会将我的天赋带到中国，这不只是篮球，还能帮助不同城市的孩子，同时这还是个能给我展示自己篮球技巧的机会，证明我可以在任何水平比赛中打球，我会努力赢得总冠军，然后再重返 NBA。 我明白现在的 NBA 市场很难生存，他们能提供给的就是双向合同，而我则选择来中国打半年，这并不是个艰难的决定，约瑟夫杨说道。Serious